首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照片转 3D， 也就是说其实你根本连模型都不用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，从照片直接变成 3D 模型。那这些服务其实现在蛮多的，好，蛮多的，等一下呢我们会主要会有这个。那我先介绍像这个平面浮雕的，也就是说你把照片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做出来了，像这样有没有，它就可以有一个平面啊，你也可以变成不同的形状。那好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做下来，好，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那也可以做成像这一种的，像这种。所以有些人把这个拿来做什么，知道吗？做那个灯的那个灯罩外壳，那里面做一个灯泡打亮之后，它那个就透出来了，好，有点像你用纸做一样，但是这个是用 3D 列印，就等于把图案就刻在上面，而且是立体的，所以其实效果也蛮好。等一下我们请同学来试看看的哦。那人脸的更不用说啦，这个绝对是一定要让同学体验一下的。这个我待会最后再介绍。我们先看这一种的，这一种也很特别，镂空的。我们其实在外面你会有看过一些类似像这种镂空造型的。那你如果说你 3D 模型真的要像这样子一个一个慢慢把那个洞打掉，真的你会疯掉。那它用这种呢，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像这样有个洞，然后延伸上来，所以它里面的支撑材其实不太多。哦，就是说可能会有就是铅砍锡啦，哦，就是那个我们的喷头移来移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湿一点点。可是呢，它不太需要支撑材，因为它透的这个面，它就可以把它撑起来。所以呢，这个蛮特殊的。那有个网站，你就进去之后，把你的模型有没有 STL 档案？直接放上去，它就会帮你像乳酪这样打洞，这样了解就可以把做好的模型把它下载下。好，所以这个蛮特殊的服务。因此呢，如果你有需要这样子的，其实可以试看看有没有，它就这样直接就叠上来了，哦，还蛮好玩的啦。哎，这个，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是黑白图案的，黑白图案的，你可以透过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讲到那个 Tinkercad 有没有？我们线上服务那一个，它也可以把 SVG 叫进去嘛，跟那个有点像，只不过这个是直接用 PNG 的图档，哦，也是一个线上服务，你丢上去它就自动帮你转。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，如果你是像这一种的，虽然转出 3D 模型，可是有很多地方很细是会掉的，对不对？或者像你如果是这一种的，它是直接就分开的。那你列印的时候印出来是马上就掉了，好，所以这些你都是要留意一下。你如果有这种问题的，你一定要帮他加一个底，好，像这个 QR code 有没有？像各位很常见，其实外面现在也有人家做这个立体的 QR code， 你也可以像这种方式来做，他就直接把这个点阵图就直接转过去。不过一样 ，QR code 还是要加一个底，然后自己印好之后要上色。哦，上色，不然就没办法扫描了哈，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那么多跟照片转 3D 模型的服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是我先找一个，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把你的图档，哦，直接转换成所谓的向量的，虽然各位你学过 Illustrator， 但是如果你手边刚好没有 Illustrator， 或者朋友没有，哎，我也可以透过线上的直接把点阵转向量。好，点阵转向把它弄出来，这样也是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先给各位知道有这么多的服务在等着你哈。啊，另外这个做饼干的也还好啦，主要就是它有外形。好，比如说你看它像这样，它自动帮你有点像描图这样子产生一个边。所以如果你有做过饼干的，你就知道我们外面可以去买那种饼干模型嘛。哦，类似像这样子的，哎，它就帮你产生，有没有？那这个软体是 123D Design， 其实也是 Autodesk 那家公司的，只是现在这个软体没有了。那我们用线上上次介绍的 Tinkercad， 其实一样的道理，有没有？就可以做出实际一个外形的有厚度的模型出来。哦，当然这些其实说真的，如果你会什么？Illustrator 其实你都可以做啦，只是说在没有软体的情况下，你也不用自己描图，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些线上服务来帮助你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齁，那我们就针对这两个，我就找同学来玩玩看哦。
有没有哪位同学要来前面玩看看的？有没有？给你，给你，自己举手最好。下礼拜我就把你的脸送过来了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只能用那个喽。你们都不要，都不想，那就只好用这个啦。来来来，那我们来玩玩看吧。好，来找找看，看哪位同学今天这么幸运。哦，轩逸同学有来吗？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一下吧。来玩一下啦齁。你想要玩这个还是想要玩人脸的 ?3D 人脸的。你要玩哪一个？好，这个就现在这个。好好好好。OK,OK, 他想要玩我们现在这一个啦齁。OK, 那我们上次有看过同学玩过吗？第一堂课的时候。有吗？你有来吗？第一堂课你有来吗？哦，他没来。好好好，太好了，这样可以体验一下。来，有没有看到摄影机在这里？有看到一个红色的吗？有齁。好，请看着那边，我们准备了，这个我就不跟你合照了齁，自己独照就好。来，准备啦，看那边，看红色那里，一二三，好 ，OK, 谢谢你，感谢。来，那我就只要抓他这样这个画面就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齁。好好好 ,OK, 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有同学的照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这边了哈。我把这里用新分页打开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回去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在这里，我们就直接告诉他你的图片在哪里哈。我们来上传一下。好，哎，上传上传。好，现在点到这边，那我把刚刚下载的那一张。下载的那一张在 download 里面 download, 我先打开一个去背的，各位应该还记得嘛齁。你没有去背的话，虽然一样可以做，但是效果比较差啦齁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它去背好，这样效果会好很多。好，我们进到这个云端去背的。所以这位同学他上次没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去背有没有很快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啦。OK, 下载下来之后呢，我现在到这里，点到这个图片之后，我就把它丢上来。有没有进去了？哎，你看有去背之后，旁边这边你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就有浮雕的效果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各位现在很方便，就是你只要有照片，其实也很快就可以变成 3D 模型。那如果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圆圈圈，那么按一下，哎，点两下，好，帮它 refresh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边，你的尺寸是可以调整的了哈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就有一个立体了，它就把它的照片就围成一个圆圈圈。当然，这个尺寸可以做调整，这样了解。好像这个的就比较四四方方，那这种我们可以 refresh 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这边它的操作方式一样哦，就是按滑鼠的右键就是我们的移动，就那个手。好，那左键就是旋转，这样有感觉吧？那如果好的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把它下载下来。好像这样把它下载下来，所以戴口罩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它是把你的图档先转成灰阶之后，去决定什么，它的凸起来还是凹下去。各位有没有感觉它的口罩是凹下去还是凸出来？你觉得它口罩是凹下去还是凸出来？其实是凹下去的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为什么？我们请它回来一下。你有没有感觉？因为它口罩戴的是深色的，所以深色转成灰阶之后是会比较暗。那它就会凹下去。那么衣服的地方，像衣服这个地方是白色的，所以相对来说它就会凸出来。所以你看一下它的衣服，有没有感觉衣服白色的地方是凸出来的？这样知道了吧？好，所以它的转换原理是像这样子。那
你如果知道的，其实你就以后就比较好掌握。你看我下载完之后就是 STL， 就是我们可以做 3D 列印的格式，这样了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我现在就请那位同学出来，你来帮我找一下你的接班人，好吧？来来来，这里用滑鼠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看看他的接班人是谁啊？大方有机会哦。大方在哪里？大方一点来。好，轮到你了哈、哦。啊，那你没些选择啦，你就玩下面这个啦。哦，我要干嘛、啊？要干嘛、哦？下礼拜我会帮你把人脸送过来啊。好、哦。是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来？有，我们有哈、哦。那时候有带一些模型来，你有印象吗？没有，没有哦，因为你没有看到。好，没关系，今天就会有印象的。好，来，长大一点，自己，我就不跟你合照了。我干嘛？我干嘛？看那里有没有一个红色的？没有。上面呢、啊？哦，看到看到。哎呀，可以不用那么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。好，准备啦，看上面啦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样满意吗？哦，都可以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哦，好好好，那一样我就帮你抓下来啦。哦，好，就这个头啦。待会变 3D， 我不知道会变怎样哎。戴口罩，我不知道它行不行。好好，可以、啊。OK， 我们先试看看哈。来，那 OK OK， 你可以请回 okay, 来。那这一个呢，它比较特殊哈。我们这个网站的话呢，它支援的图档格式是 JPG、JPEG， 所以说我刚刚有抓图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要先把它存档一下哈，我先把它存成 JPG， 因为它不支援 PNG， 这个比较要留意一下。现在呢，我就可以告诉他我的档案放在哪里。好，放在这边。那么我就请他把档案传上去，传上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开始帮我把照片变成什么？变成 3D 模型。那你有没有去背？没有关系，他。基本上他只会抓人头，哦，只会抓人头。你有去背当然最好，但是没有去背的话，大部分来说，他在人脸的辨识上也还算 OK 啦，哈、哦。只要你就是够清楚的话，好，好、哦，他说要打一下这个，来，我先等一下再传他好了。来，我请那个大方同学，下面这八个，你想要看哪一位？奥巴马，奥巴马，好，我们点一下，你先感觉一下，等一下你会变怎样哈？来，有没有变 3D？ 有没有感觉？我真的下礼拜就把你的脸带来，你不能说不是你，这样就不要脸不行，好吗？有没有？这里就可以下载 OBJ， 对不对？那你可以靠近一点，缩小一点。那这个照片呢？就是他只会抓人脸的、啊、所以我们试看看这位同学的，看有没有机会成功啊。然后你告诉他我不是机器人，好，传上去，他就会开始帮你做啦。哦，糟糕，因为他戴口罩找不到脸，有没有？他说 fail to detect。那来来来，同学啊，麻烦你再来一下啦。过来几盖，过来几盖，口罩脱下来。哎，给你特权一下。来，没法懂哈，所以我刚刚就说有可能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看着它上面你要看到哈，红色的来，一二三 ，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他这张脸有没有机会成功哈 ，JPG， 对不对？我们要把它变 JPG 哈。好 ，OK， 那一样的，我现在到这边来，好，把它。选择第二张是这个 ，OK， 不是机器人，传上去，请他再帮我找找看。有了，开始了哈，他现在有找到人脸了，等一下就会出来啦。好，这位同学来了。哦，刚刚忘记告诉他一件事情，不要戴眼镜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眼镜有没有就粘在头上面了？有没有感觉他的嘴唇可以看得很清楚？
有哦，真的。平亚就是平亚，好不好？有感觉了哈，所以下礼拜记得跟我点一下你的脸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你看，我们在这边完全都没有做模型，直接准备照片，欸，就可以做了哈。所以其实还蛮有意思的。那这个部分给各位自己玩玩看哦，好不好？